はいよはいよよはいよよよよよはいよ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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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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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な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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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望へで何人だろはいはい谢谢谢海中和海冰车选谢海中的会员票谢海冰车选的芒果冰海海竹乐海酒蛋谢海冰车选的好多芒果冰谢谢小陈的糖葫芦，嗨嗨弟弟，嗨嗨喂，嗨嗨念然，嗨嗨小陈，嗨嗨小汪，嗨嗨庄，有点可爱，有点可爱，每天都蛮可爱，嗨嗨笑笑，嗨嗨 OK 啦，谢谢小陈的糖葫芦，嗨嗨念然，嗨嗨云南，嗨嗨阿宽，嗨嗨游戏 Hello， 嗨嗨红旗，跟你们分享，我手被刮到了。谢谢庄的粉色香槟香槟，谢谢庄的香槟香槟，嗨呀哟，嗨嗨，超深的，我被刮一个超深的，超痛，超级无敌痛，因为我的手还黑黑的，因为我刚把那个 OK 泵撕下来，然后碰水就好痛。刮到被纸盒刮到，请注意好吗？对不起，谢谢小汪的钟情玫瑰，谢谢小汪。被盒子刮到，而且因为那盒子蛮厚，但还是被刮到，割到了，不是刮到，割到。谢谢勇的红玫瑰，哈哈一凡，哈哈爷爷，哈哈爷们，谢谢潘妮妮的吻手礼，谢谢潘妮妮。有啊，有擦药。对啊，蛮深的，因为很痛，所以害我今天都不太敢把手张开来，好痛哦。因为那个盒子的纸蛮厚，就被割到。Q V Q， 谢谢周伟的糖葫芦，谢谢莹莹大声说爱你，谢谢莹莹，谢谢莹莹大声说爱你，谢谢看你的一颗心，谢谢看你，谢谢冰在雪的守护星月亮。月亮，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谢谢阿冰冰，嗨嗨沙鲁，大家有没有买祭典的票啦？谢谢 L 的水晶蟹草，谢谢 L， 大家有没有买票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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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汪的掌声鼓励，谢谢小汪，买三张楼，谢谢小陈，祭典我到了，到时候跟他，到时候见，哈哈啦啦啦，哈哈勇哥，这人真是买的很棒很棒，谢谢小汪的掌声鼓励，哈哈 Jacky， 哈哈果酱酱，库里寄到了，谢谢好好。哦，在这边征求一位，是阿豪吗？对，我不知道在这边求不求得到，但有一位就是订购人的名字帮我打成了绰号，但我到时候找不到人。对，所以可能需要就是我不知道是就是可能要等那个，可能要请阿豪帮我，就是可能我到时候会再寄信给他。对，寄信，我会寄信给你，爱再帮我回，就是本名这样。对，小鼠，有啦，应该有留 mail 啦，但我想说，我顺便在那个直播的时候宣传一下，寻找这一位阿豪。谢谢抓抓的一颗星，嗨呀抓抓，嗨嗨志祥，嗨嗨猴子，嗨嗨小白兔，嗨嗨光太，嗨嗨朱日红，谢谢周伟的麻辣烫，谢谢小人的糖葫芦，
无法汇款。好的好的，嗨嗨小杰，嗨嗨拼拼，嗨嗨卡妮妮，认真练习，认真练习。谢谢小白兔的会员票，嗨嗨练练，好可，不知道有叫豪字的蛮多的。谢谢小白兔的会员票，谢谢嗨嗨亲亲，他没留。有啦有，我刚刚念过了。有，我们会再寄信。会再寄。还好买票顺利。哦，大家如果就是没有付款没有成功的话，可以私讯给。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对，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email 是商品页上面有。商品页上面有。对。大家刚好要过父亲节，嘿，好吧。那去好好的庆祝一下。大家如果付款遇到困难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网页下面的 email， 然后就会协助你。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问哦。对，讲一句，因为就是怕讲错。谢谢小庄的双手比赞，谢谢。所以到时候是用订单确认信报到吗？之后还会有信封信件。对，之后会有信件跟给大家，会寄给大家。但没错吧？订单确认信跟身份证，对吧？什么？到时候会寄。你这个老板失职。对，失职的老板，预料不够。哦，这我要怎么帮？谢谢庄的薰衣草，谢谢庄的双手比赞，谢谢庄。嗨嗨四好，谢谢小熊的缘分相遇，谢谢。对，我负责耍腔。嗨嗨少安，嗨嗨玉文，对，我负责耍腔。对，广播员，我只负责把事情就是被交代到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再提醒一次。写信有问必答，刚刚有亲身体验过了。诶，我猜对。我猜对了，我没有猜错人。那时候信件来的时候，我就在猜是谁。嗯，我猜对了。嗨嗨，小周周。嗨嗨，全。大家如果想要一起来库里马兹里玩的话，可以点现在点我的那个 real 不是 real， 我的现实动态就看得到了。今天不玩泡泡纸，不玩了。谢谢天灵的缘分相遇，谢谢抓抓的梦幻烟火，谢谢抓抓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啊抓抓。在秀蹦秀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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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抓抓，谢谢天灵的分享。我要来放音乐。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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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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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知道有人在问，我也好想去，来呀、啊！那个应该是绿界上预设的真正发表单位。对，那不是我们选的。嗨嗨，小温，寄信问微积分可以有问必答吗？我可能会帮你把它转给我国中的数学老师。没有有问必答啦，我回答得出来的问题啦。然后一个数学超不好的人，高中三年都被当的人，回答这些东西是正确的吗？嗨嗨马蹄，
要讲三十一吗？731那个731我没有班了哦，731没班了。对，因为之前有帮忙代班，所以还班。对，所以731没有我。会回答不一定对，我可能回答你零这样子，一加一等于零这样。一些有关于数字的问题，我可能答不出来。对，731不会有我。哦，好啊，好啊，你问啊，你问我帮你转达给前公司，我帮你转寄到，我帮你转寄到那个，我帮你转寄到前公司的信箱，然后出境这样。嗨嗨，男生，谢谢阿 K 的芒果冰。谢谢国家家的好多缘分相恋，谢谢。嗨嗨，腾弟弟，嗨嗨，思源，欢迎大家一起来哭哩麻子里一起玩哦！谢谢抓抓的嫉妒大肠为你应援，谢谢阿抓抓，谢谢装的好多糖葫芦，谢谢，耶！嗨嗨嗨嗨，你说，另一半一半的爱没有什么好坏。我的幸福感远的是，有没有人是想要压线买的？嗨嗨，欧比王，有没有人库里马自己想要压线买的？谢谢欧比王的星光，谢谢。哎呦吼，看起来好痛哦，但是真的是蛮痛的。谢谢欧比王的星光。越越是放不下这情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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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再与你无关，我不霸占，我应该勇敢，失去爱，压一下了，不可以，不可以，超限，超限就买不到了。乖乖的说压一下好了，这次的线是哪一天不告诉你，赶快下单。买好了，很棒。对啊，受伤了，被那个纸盒割到。压线也太刺激，对啊，没了就没了哦。艾维知道压线有点可怕，是不是？所以大家要赶快买啊。因为我上晚班，应该可以啦。应该。谢谢冰特犬的外星熊抱，谢谢阿冰冰的熊抱，谢谢阿冰冰，谢谢阿冰冰的熊抱，谢谢。哎呀，子婷，不要，我到了。压线仔不可以压线哦。哦，居然吗？很近哦，那应该是蛮方便的，因为它场地也蛮方便，在大直站附近。谢谢光太的千纸鹤，谢谢光太。有哦，明天我有班。压线仔不用考骑车，会考不到。谢谢嘉宏的向日葵花海，谢谢嘉宏。谢谢嘉宏的向日葵花海，哈哈，杰森，杰森买了吗？可是本台压线仔可能是你，嘿，嗨呀，偶啊，不要这样说，我考驾照没有压线，库尼马之力呀，要不要一起来玩？夜色像那年天气，要不要考虑当考虑要不要当天来回？应该可以吧，超限而已。不对，我只是没有打方向。
为什么加钱是800？好问题。不明白你的负担。有哦，我看了柯南了。大直站5分钟，进捷运站9成新，专人服务活动，笑死。嗨嗨 ，Mark， 谢谢 Mark 的糖葫芦，糖糖葫芦葫芦，糖糖葫芦噜噜噜噜噜。很好，厉害是大 Uber 吧？为什么？很可怕是不是？我有很可怕吗？还好吧。定价800。那我现在帮他想一个原因。谢谢抽到的一颗星，谢谢阿抓抓，谢谢阿抓抓的小号角。空失去了颜色。谢谢健全的会员票，谢谢健全的新型会员票，还有摘星会员票，谢谢阿邦的普通弹幕，谢谢嘉宏的双手比赞。谢谢阿邦的普通弹幕，谢谢小肉肉的糖葫芦，谢谢光泰的月赛会员票。大家有没有被纸割到手的经验过？谢谢建成的会员票，谢谢光泰的会员票。你们有没有被纸割到过？我就被纸割到，如果真的超痛。只是有缘，我都放不开。超痛！哎，我这次割在就是关节处，超级无敌痛，真的是痛爆的那种。然后它又割的有一点深，然后还有我都不能，就是我就会一直这样，要不是就是只能伸直，要不就是要弯起来。那手指根本是凶器，真的超痛的。那个角度对了就割到了。谢谢小凯的会员票。我们的爱，可是我是被纸盒割到哎、欸，我是被新的纸盒割到哎、欸，超痛的，而且是那种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掩饰。就我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在折纸的时候，幼稚园就是老师发通知单下来，然后通常不是就是这样子对折吗？我不知道我那天哪根筋不对，我拿我的手指头。然后这样子咻过去，然后就流血了。然后他说：“我长大想说，我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然后拿手去这样画一条，那个真的超痛哎！”谢谢 Jason 的梦幻烟火，谢谢 Jason 的秀蹦秀蹦蹦，谢谢 Jason 的秀蹦，谢谢 Jason 的秀蹦秀蹦蹦，谢谢。这样真的又会割到，对我之前就是这样割到的。谢谢 Jason 的秀蹦。柯南凶器影印纸，什么都可以是凶器。车子像很常割到手，真的超痛的。0.09mm， 真的一个角度对了就会割到，直尺割到过。Oh my god！ 昨天开蛋糕割到，嘿。谢谢冰车选的真情告白，谢谢。还有现在手都只能伸直而已，可以隐藏一个月了，不准呢、欸，不准呢、欸。不好，下次就要看着你，看着你一直傻笑，看着一直傻笑着你才对。刚才切好的很利，真的很利，超痛的。蛋烤被烤件割到，但你有跟老师说流血了吗？我把小的那个吃掉了，大的还没吃。谢谢阿兵的真情告白，谢谢。厕纸有多利？不是耶，我就想说我要把它对准一点，明天就能看到了。哦，好吧，聊天呢、啊。谢谢小彩的糖葫芦，谢谢小彩。深爱的。一点的泪凝固的一句话，能蒸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哦，
我7月31号没有班了，对。我生活还要有鲁鲁。我7月31号还班，对，因为之前帮忙代班，这是还班，所以7月31号没有我，大家。谢谢优鲁鲁的补赛补位赛会员票，谢谢优鲁鲁的会员票。啦啦啦啦啦！我好期待库里马之力哦，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的诚意。可以啊，可以来找我啊，期待啊！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我想听，我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歌可以选。我们来听听 special 的歌，期待。没人听见我心中的期待。对啊，有多少人是小时候有追过 special 的？有人有，大家应该说有多少人是看过终极系列的？有多少人 superstar 没有？先开始追过，小时候。可以说没有啊，嘿，谢谢刚刚的钟情玫瑰，谢谢刚刚。会背歌吗？看起来是正常音乐，什么意思？什么正常的音乐 ？Break it down， 终极系列，举手，追爆，终极三国，印象直到七人。我最追的时候是到七人，后来十人就没有，比较没有在看了。12人也没得看，也不必再解释。追过终极，不是歌姬了啊！好笑死，对于歌好没有记忆。对，爱不在呼吸。残空气，曾经想象的爱情，哈哈，欧雨希，哈哈，抓抓。范哥，当然是想我啊！你还想要看谁？请问你还想看谁？但对啊，是没错，是啦，但是就很久没有看到合体了。终极什么？终极系列全部都算啊，因为我也是后来去补终极一班的人。我还没出生的歌没有，怎么可能？好像只剩四人哦。你说有公开说那个离队的是吗？谢谢欧啊的新潮，谢谢欧啊。哈哈 ，Hank。噔噔噔噔，我们剩下空白。在呼吸，回忆只剩下残空气。想象终极人已无法再继续。我那时候超喜欢看他们的团综。天黑之后天亮，爱不在身旁。两个人之间，然后我那时候终极系列的时候，我真的是超喜欢超喜欢 special， 然后超喜欢曾沛慈，就是超喜欢那个终极系列的所有演员。我当然是哈雷霆冠军，我一直以来都是主线派。你是什么？雷霆冠军哪是主线？你是走开。不是，我说我一直以来都是主线派，但是因为我雷霆冠军，我
我们不能当朋友。不是，因为我之前 special 就是四人时期的时候是看紫红，所以当然对我来说，我一定是选雷霆万钧啊，修香。爱已经窒息，虽然以主线来说应该要站，但我记得剧情的话，我是站那个雷霆大动派，但是就是以就是两个人的话，我就喜欢看雷霆万钧。谢谢欧娃的薰衣草，谢谢欧娃，孤球派。好久，我跟你们说，我大概去年还前年的时候，我忘记了，反正我就是突然想说，哦，我好想要来回味一下终极一班哦，结果看不到半集，我发现我看不下去，因为太中二了。嗨嗨 ，Little Sugar， 就我发现我看不下去，就是哦，怎么好中二哦，就是我以前到底怎么会就是看得这么就是入迷。雷霆那边探剑心孤球好多了，是没错啦，孤球也很可爱啊。不然那个孤单哥跟那个啊呜也蛮不错的。无限电力团众，我要怎么团众？没有团众，我就一个人啊，但是我被整而已。谢谢 Little Sugar 的好多糖葫芦，谢谢。我中二的心，我很中二吗？还好吧。对，有些回忆让他是回忆就好了。对，收箱。那我没有看终极三国哎，一人成团。都比不上梦境的美好。Anything special？ 哎、欸，我真的有看哎、欸，你有看吗？Anything special？ 用礼物的踏破地动天摇。有没有人去过终极系列的那个什么签唱会之类的？我们搞不好有遇到过。乌拉巴哈，你哪有？哪有中二？You are my everything。战力指数，那你们觉得我战力指数多少？可以帮我装一下吗？谢谢，感恩您。阿里嘎多，谢谢。Receive 190，谢喽，90。我的锅子呢？我可能拿出一碗白饭这样。87790，谢谢喽。9690，看体重多少？嗯？为何会跟体重有关？你拿栗子。超好笑，9690比雷霆高啊，好像蛮厉害的。58，给不给人尊重？越胖越强，谢喽。玉立则立，雷立，哪里雷？你的勇气，阿里嘎多，谢谢你。You are my everything。雷欧力，我哪里雷？我不雷啊，麻瓜。哪里雷？没有，我没有在雷啊。在雷到不知道自己在雷。哈？哈？哈？对啊，我只是呛了一点而已，可爱多了一点。好，对不起，我先找我自己鸡蛋。You are my end。一点点。努力拼贴记。武器就是唐朝历史。哎，大家，我问你们，你们的英文名字是叫什么？就是没有用，平常没有用。
英文名字的，你们的英文名字是什么？跟你们的英文名字怎么来的？莉莉先去上一下厕所，员工待播三分钟，不行。如上 ，Monkey 真的是 Monkey 哦，所以从小就叫 Monkey， 工作用的叫什么？就是你们的，就小时候不是去什么那个儿童美语都要取一个英文名字吗？你们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Gary， 那你叫什么？你们猜我叫什么啊？请问那一串是要怎么念？我是不会念的、啊。David， 为什么不叫 Ray 就好了？直接用。因为校队被取，为什么是为什么 ？Otaku， 但真的喜欢哦，真的假的 ？Circle， 开玩笑的。那一串是不是去复制的？我就不信答出来。My angry， 谢谢哈，我不是怒怒，我才不是怒怒嘞，我看起来像怒怒吗？那看起来蛮怒的。怒怒很可爱，不好吗？像胖胖，嗯，库里怎么来的？栗子啊，日文的库里啊。好，那我要来解释一下，就是我小时候上儿童美语的时候叫 A 嘛，对，看不出来对不对？我以前叫 A 嘛，但是因为呢，我的英文名字叫 A 嘛，然后我阿姨一直说哎、欸、阿嬷，然后我就生气，就是一直被人家叫阿嬷，我就很生气。但我有集那个 A 嘛的智慧于一身啦，对 ，A 嘛，怎样笑什么笑？什么好笑的？给人一点尊重啊！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我才要改英文名字。就是你们这种人，我才要改英文名字。我一直被笑，怎样？阿妈不行吗？奇怪哦。嗨呀，丹帅，不可以叫 A 嘛？是不是？你才 stupid 啦，那是一颗石头。怎样不可以叫 A 嘛？是不是？对，然后反正呢，就是我一开始的英文名字是叫 A 嘛，然后是我姑姑帮我选的名字，然后因为她就是在那个之前在就是在美国生活这样子，然后她就说她觉得 A 嘛很适合我，就是很适合我的个性这样子，对。然后对，然后就是会有像这种。就是哎、欸、阿嬷谢咯，怎样不可以叫 A 嘛？是不是哈啦不行哦，不行吗？奇怪，集智慧于一身啊，当时的个性没有，从小就集智慧于一身，对，然后所以就叫 A 嘛，这样子就是 A 嘛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不知道很是很有智慧吗还是怎样，我有点忘记了。反正那时候姑姑就跟我解释说为什么会选 A 嘛这样子，然后姑姑还说可是我觉得 Emma 取得很好啊，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演员不是也叫 Emma 还是叫什么吗？对，然后反正就是 Emma 就是一个很就是很知性吧，对，就是很知性，很就是有气质那样子。对，为什么是 Lily？最好给我好好叫哦，超派超派啦，给我好好叫哦，你们怎样不可以叫 A 吗？是不是？你刚刚让怒怒使用控制台，对，床垫的名字，对、啊，有一个床垫名字叫 A 吗？哦，对对对，妙丽，对对对，妙丽。对，然后反正我 Emma 好像叫到三四年级嘛，但因为我 Emma 被叫烦了，就一直会有人叫我哎、欸、阿嬷，然后想说到底想怎样，
到底想怎样？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我自己选的，我选叫 Charlize。大家活动会叫你 Emma 的吉祥，没有谁敢叫，谁敢叫？就是我都不看他，我不看他，叫了我就不看他。谢谢天灵的会员票，谢谢天灵。对啊，妙丽很聪明啊，所以我也很聪明啊。对，我叫 Emma 的时候也很聪明啊。重重不安，哎呦，早拼啊！你说 Emma 吗？还是 Charlize？ 狂热，呦呦呦！对，我现在叫 Charlize， 不拼给你听啊，不告诉你。不要，就是我就知道，就是会有人叫我阿嬷，所以我才把它改掉啊。深爱吧，青春挥霍将会。对，没有没有，平常敢叫我阿嬷的，一路进入黑名单。那只好叫 Emma， 不行。翻成中文，它不是。他好像不是，他的发音不是英文的发音，他的发音是，他的发音，下属人，雪莉，下属直接跳起来，给他吸人，我查查看，就好像他的念法是叫夏利诗。就他不是，对，夏利诗，但我也不知道哪里看来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听。谢谢林果果的冲浪成功，谢谢林果果，谢谢 Little Sugar 的加油呀，谢谢。啊 ，C H A R L I Z， 小丽丝。未来请收手，世界狂欢。小丽丝，那我记得，就是你用英文好像念不出来，就是 C H 不念 sh， 对。就一直用到现在。无奈 ，Charlize。可是我觉得 Charlize 比较好听啊。我为什么会叫栗子，就是因为 Charlize， 就是 Charlize 念变小栗子。对，就是反正它不是英文的念法。对，然后 Charlize。因为我很不喜欢跟人家撞名，算叫 Emma 应该也不太会撞名啊，因为就是会一直被叫阿嬷，对，对，但你看也很好记啊，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以前的英文名字叫 Emma， 哎，没事，我很坚强，阿嬷就阿嬷，哒啦哒哒啦啦啦啦啦啦，这由来很有趣，对，小剧场很多，超多的。但我觉得小丽很好听，因为小丽不会撞名，对，不会撞名就觉得很棒。但我遇到每一个英文老师都会把小丽念错。就是他们都会念 Charlie， 然后他们就会问说为什么要选这么男生的名字，然后我就说老师那个念 Charlize， 然后老师说哦原来是 Charlize， 因为 Charlie 好像跟 Charlize 只差一个字母，但我忘记是哪一个字母了，应该是没有 Z。就叫艾玛，对啊，艾玛。
对对，就差一个 Z 而已。对，所以就是有很多老师问我说，所以你的名字是念 Charlie 吗？我说不是，我的名字是念 Charlize。就是对，但是这个那个英文的发音很不科学，就是因为英文的发音应该要念，就是这个拼音不会这样，这个字母这样的合起来不会这样念了。谢谢幺朵朵的星光，谢谢小丽丝。好啊，哦，下一集。所以你是哦，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讲。那你们的英文名字的由来是什么？英文老师取的吗？不觉得叫小丽丝很少见吗？但我就喜欢跟人家不一样。谐音。你好，我是 Emma， 在 Emma 自己取的。谢谢 CQ 的吻手礼，谢谢 CQ 的 MK 谐音。所以是叫什么？国中英文补习班老师取的。对啊，很多都嘛是英文补习班老师取的。看完电影用里面角色的，所以就叫这个哇、哦，自己取的才有特色。谢谢小彩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彩的秀蹦，谢谢小彩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彩，谢谢终于的钟情玫瑰，谢谢耶耶耶，哒哒哒哒哒哒，谢谢看你的猪猪你哟、哦。谢谢看你的啾啾你。我觉得居然是喜欢开两手杰克，所以叫 Jack 吗？谢谢优鲁鲁的 Carry， 谢谢。不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很多名字应该都是从补习班老师出来的。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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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膛手杰克，嗨嗨，钟颖。哒哒哒哒哒哒，你说我说。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大家还有被取过什么绰号吗？我以前被取了超多绰号的，小栗子。尤加利叶，对，因为我叫加利，然后就叫我尤加利叶，但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尤加利叶，而且这样明明就没有比较好记啊，超长。嗨嗨 Q 点 Q， 嗨嗨 Patty， 对，谐音梗尤加利叶，好嗨。而且就是老师们讲的这些名字，就有可能是这个学生可能就是以后都是用这个名字的。要叫这绰号也太麻烦了吧？对啊，还要叫尤加利叶。没有没有，就是纯粹因为我叫加利，所以就叫尤加利叶。对，谐音梗的绰号，不懂，不懂。大家还有被取过什么绰号吗？还一番仙？为什么一番仙？好像能理解。我叫豆腐，所以你被叫豆腐的时候，你有生气吗？所以是真的会有人戳你哦。
计程车。对不起，没有，不是，没有人叫你李国书。以前被叫 Q 吗？为什么？笑别人来的绰号，各种猴跟鱼。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鱼？为什么是猴？我长得像猴子就被叫猴子了，还是太过分了吧？奇诺比，因为蘑菇头，奇诺比，奇诺比很少人会就是叫奇诺比吧？通常都说哎、蘑菇头，不会说奇诺比吧？他不说那个哦，叫错名字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叫你李国书嘛。想到头发都卷了，社团同学超爱搓，你有觉得困扰吗？李团怒，笑死。哦，有人三个字都叫错过吗？叉叉鱼，哦哦哦。后来猴子大家好记就接受了，哦。李国树李先生，这样子在叫的时候，你知道在叫你吗？哇，我的名字太好笑了，为什么？那你们会觉得被叫这些绰号很困扰吗？李国怒，李国怒，多怒，你才是怒怒吧？后来很容易被叫瑞凡，是不是因为那个拜权女王？是拜权女王吗？季先生好吗？季先生，那你怎么讲你的名字？就是季国树要怎么跟大家说？我叫季国树，就是你要怎么讲说？比如说你再多一撇嘛。叔叔，叔叔，叔叔。头尾都是姓氏，都会被反着叫哦哦，所以你有被反着叫过吗？季节的季哦，后面两个字嘞，坏一次他眼睛都坏掉，对吧？谁？叔叔妹。钱装一些事，啊！所以当你叫的时候，你有说哦，不好意思，我不姓庄，叔叔。后面两个字不会有人那么带东西，很少在讲哦，定位只要姓而已。好笑哦，然后我的名字的罗马拼音，从后面念过去跟从前面念过来跟从后面念过去是一样的。现在同学评在，现在同事评在呀，笑死！是是是是 ，Supernova， 对对对，对不起，有点笑太猖狂了。是 Supernova。李家树，Z 加 Z， 对啊 ，Z 加 Z， 没有，就是罗马拼音写起来是一样的。超好笑。所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名字造成自己很困扰的？哦，大家的名字的笔画多吗？那个嘉宏是不是很讨厌把他写名字？被叫陈小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哪里像？够困扰了。那你有没有什么？那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想改过名字？
哦哦，还好吧，还好吧。中间那个字又没有部首，有部首的话会比较像吧。毕设直接签英文。李先生，李先生笑死，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是不是？好，缺名字写完。至于你画那么多干嘛？后来大家叫猴子就不用改哦。这个就看一个，就人家少人家好几秒，真的。我只知道我的名字最后一个是十个，有九个半不会念。有部首的话就直接是女生的名字。对啊，所以我觉得还好吧，还好吧。比喝少水，叫李先生也不纠正了。我以前的国中同学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女生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她的最后一名字是零，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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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的那个零，然后可是她前面两个字笔画也不少，然后所以她每次在写考卷的时候都说，为什么我的字那个名字笔画这么多？不是那个零，是是灵魂的灵，解释又很难解释。是女生不会用那个鹿，那个鹿的那个灵吧？对对对，嗯，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对，然后反正就是，但我好像没有遇过其他很多笔画的，他应该是数一数二笔画很多的。就以前那种，比如说没有写名字啊，老师就说罚写名字这样啊，罚写名字真的超痛苦的。真的要改一下名字。但新会还好吧，新会还好，新会有算很多吗？但很多人就都叫新会不是吗？魔术林没有，哎、欸、没有人叫魔术林。你的那个朋友是什么时候改的名啊？这名字也太困扰了吧。我们高中同学名字由大到小。大到小什么意思？什么大到小？看这个最多，佩瑜还好吧？因为比较超多。大学后，啊，那这名字也是应该会对他造成蛮多的困扰哎。家里的年纪，哦，对啊，这首很好听哎，我超爱的。我仔细的是。どうやって stuck 覚えてますか？就魔术林，为什么？我超喜欢听，就是大家讲关于绰号的故事，就关于绰号的故事都超好笑的。对啊，被叫了20年，对啊，这不会心灵受创吗？我有点想不到我身旁的人还会被，就是朋友们还会被叫什么，我自己还会被叫什么，我还有什么过什么绰号，好像其实也还好，我自己还好。但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可能名字被，就是名字取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比如说笔画太多之类的。君となら不安さえどんな時も消えてゆくよ。いつになったら優しく抱きしめられるのかな。
好笑，这真的是会有很多困扰的地方。哦，不是，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像是笔画怎么写嘛，像是比如说可能这边多一笔，那边少一笔，比如说黄有两种写法嘛。就是有的少一条还是怎么样，那种就会超级无敌困扰。我可以想象他有什么绰号，我也想象得到。流星花园，流星花园。哦，是哦，会变问号哦。小时候会被叫蚯蚓，因为把名中间拿掉。哦，光咒。哦，你说那个念读音是不是？好哦，天灵晚安，拜拜。天灵晚安 ，Good night night。皮卡丘，为什么？显示不出哦，居然酷欸，谢谢宝宝的我的观众，谢谢宝宝，谢谢宝宝的我的观众，谢谢宝宝。那大家你们比较希望就是是蔡奇阿米啊，还是很不一样的名字？皮卡丘，哦，好像有看过这个。你们比较想要蔡奇阿米啊，还是很不常听到的名字？会被擅自改成风？居然，大哥，好哦，晚安。笔画少一点的名字，菜市场，居然吗？越少人用越好，少一点，但不要生僻字。嗯，好笑的，为什么要好笑的？我的名字有意 ，Google 根本搜不到有这个字的人，除了我，真的假的？好听，菜不菜没差吧？哦，那我改过一次名字，我以前叫佳琪，对，但佳琪就超蔡奇阿米啊，虽然家里也蛮蔡奇阿米啊的啦，会被记得。不然以后 Google 都知道你的人生，也是耶，也是耶，喊一声万人回头。爱人需要一个蔡奇阿米啊，可以再去改吧，这坏事就很容易被发现，最好是那种很多人叫的名字。就可以查到自己，也算罕见。好哦，好哦，好哦。当然很早。那可是有时候这种超容易耶。哈哈，哥哥不好。30年后就是特殊名了。还好吧，好哦，好哦，小温晚安，姑奶奶，奶奶，好写好读，不要被叫错。身体为恙，怎么了？感冒了吗？那差不多可以来打打内容啦，差不多来念榜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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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阿国的舞台公演，谢谢林果果的舞台公演，谢谢林阿国，谢谢，谢谢林阿国的舞台公演，谢谢林果的舞台公演，谢谢，谢谢，谢谢林果的舞台公演，谢谢全场的红玫瑰还有糖葫芦还有麻辣烫，谢谢，谢谢林果果的舞台公演，谢谢林果果。好哦，考试加油 ！Good night, good night！ 谢谢俊生的掌声鼓励，谢谢俊生。
眼睛好干哦。Blue Sapphire。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耶。Blue Sapphire, Secret and Moonlight.Secret and Moonlight， 谢谢林果果的舞台公演，谢谢林阿果的舞台公演，谢谢林果果，谢谢，谢谢林果果的舞台公演，谢谢，谢谢周宇的糖葫芦，谢谢，谢谢地球的缘分相遇，谢谢地球，谢谢周宇的糖葫芦。他还债了哦！谢谢阿抓抓的，这是秀蹦吗？谢谢阿抓抓，谢谢阿抓抓抓的秀蹦秀蹦蹦，谢谢阿抓抓的秀蹦，谢谢阿抓抓的秀蹦秀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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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抓抓的秀蹦，谢谢阿抓抓的梦幻烟火，谢谢阿抓抓。谢谢勇的真情告白，来来念榜啦，大家！谢谢樱桃喵的掌声鼓励。先来点一下，谢谢光点光太的盛典红毯，谢谢光太。我刚刚讲光太，然后要讲盛典红毯，我觉得光点，谢谢光太的盛典红毯，谢谢谢谢小安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安的。梦幻烟火，谢谢小安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安的秀蹦，谢谢小安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安，谢谢小安的秀蹦，谢谢，谢谢小安，他还是超会开的，怎么那么厉害嘞？谢谢勇的我的观众，谢谢勇都开灯，太厉害了。晚安，文中，嗨嗨，小樱桃。Secret and Moonlight， 这就是无线电力吗？没有，然后结果我的手机一天到晚没电。Q A Q， 结果是我自己在没电。耶呀！先来点一下，要来念榜啦。哇哦哇哦 ，Blue Sapphire， Secret and Moonlight， 谢谢 Tomato 的烘焙龟，谢谢猴子的糖葫芦，谢谢贾斯汀的会员票，谢谢贾斯汀。好啦，来念榜了，大家。第一名是阿抓抓，谢谢阿抓抓。噔噔啦噔噔啦噔噔噔噔噔噔啦噔噔啦噔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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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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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第一名的阿抓抓，谢谢抓坑坑，谢谢阿抓抓。筹备加油，会的，会加油的，頑張ります。谢谢大家，我会好好的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玩的马子里，会加油的。谢谢阿抓抓，抓抓也要来玩的开心哦。谢谢抓坑坑，谢谢阿抓抓，谢谢第一名的阿抓，谢谢阿抓，谢谢阿抓，谢谢第一名的抓坑坑，谢谢。来补念一下，谢谢 Little Sugar 的钟情玫瑰，谢谢 Little Sugar， 谢谢，谢谢文中的芒果冰，谢谢，谢谢兔子鸡的一颗星，谢谢兔子鸡，明星再见哦，姑奶奶谢谢，好的，小陈晚安，姑奶奶，奶奶哟。第二名是林果果，谢谢林果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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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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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谢 T 九六的我的观众，谢谢九六。你要教什么东西？要教什么东西？然后到实现了还不肯交出去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测试？我也是会到实现前，然后还在努力改成我想要的，比如说样子之类的。对，我也是会就是啊，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给掉，然后的那个时间之前，哦，买票啊，笑鼠，不行，买票这种事情不能拖，大家没了就没有喽。谢谢第二名的林阿国，谢谢林果果。提醒大家不要当个压线仔，当个压线仔如果错过了就会很难过。对，谢谢第二名的林果果，谢谢林阿国，谢林果果，谢谢第二名的林果，来写一下，谢 T 九六的我的观众，拖延症发作，不可以拖延。这种时候最不能拖延了，那错过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谢谢第二名林果，第三名是小彩，谢谢小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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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小彩，耶耶耶！谢谢第三名的小彩，谢谢小彩。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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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礼拜一上班人上班辛苦了，上班辛苦了，上班加油，赶快下班。明天球场见，球场见，球场见啦，球场见。早休姑奶奶最爱莉莉了，啊，痛，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超痛的。谢谢小彩，我现在已经是没有灵魂的手。超痛，左边痛右边也痛。谢谢小彩，活动票买好了，到时候剪，一定要剪。早笑姑奶奶，姑奶奶呀，因为小彩都远远只会晕莉莉了。谢谢小彩，谢谢第三名的小彩，谢谢小彩，耶耶耶耶耶，上班加油，谢谢小彩。第四名是 Jason， 谢谢 Jason 还在吗？还是又是傻笑得很快乐的 Jason， 每次看到你都很快乐耶。好了，还是必须要表扬你，就是赐我的名字啦。对，那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毛巾要记得及时换，这样子。谢谢 Jason， 谢谢第四名的 Jason， 谢谢 Jason， 谢谢。第五名是小安，谢谢小安，谢谢让人安心的小安，七月也加油，干巴里玛斯，谢谢小安，你也辛苦啦，上班也加油哦，辛苦了，加油，干巴的。谢谢第五名的小安，谢谢小安。谢谢第五名的小阿小小，大家快乐哦，偶尔可以给你点力量，耶、yeah ！要需要我的时候都可以给你力量，耶、yeah ！谢谢第五名的小阿小小小阿小小。第六名是阿冰冰，谢谢冰臭玄，谢谢阿冰。新能源大腿筋超赞，听说超大，听说是175公分嘛，他比我实际身高还大哎，疯掉，还是不止175，我还没有很仔细的看，好像看着莉莉睡觉，那真的是已经是那叫什么棉被的等级了。苦力吗？这里舍不得去，为什么舍不得？就是这样更要来吧，这样错过了会难过哎。错过了会更呕哎！见完莉莉怕太思念莉，不见莉莉也会思念莉。不行，你一定要来，没有可以不来的选项。早休姑奶奶，阿冰早休姑奶奶，不行要来哦，要来哦，不可以不来哦，不来会更难过哦。谢谢阿冰冰，谢谢冰特雪，谢谢阿冰。谢谢冰川轩，谢谢阿冰，谢谢。
下下第六名的阿 B， 谢谢，要来哦，要来哦。第七名是庄，谢谢庄。没了，到了，到了，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希望明天不要下雨，顺顺利利，一定要顺顺利利的吧，不可以再下雨了，下雨，下雨天了怎么办？好讨厌。真的不要下雨，下雨好烦哦。习惯了，名字很特别，三个字，哦，所以是选完名字才去给算命老师看吗？还是算命老师挑的？好的，床被加油，会的，会的，会加油的，加油加油！上古明信片，笑死！必须得好好收藏的吧？是不是必须的吧？谢谢啦，谢谢第七名的庄，谢谢，真的是，等一下，我看到了，这个有点太古老了，这个先没关系，这甚至还是黑发时期，我真的是 Oh my god， 谢谢庄，谢谢第七名的庄，谢谢，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看的，谢谢第七名的庄，谢谢，第八名是小汪，谢谢小汪。谢谢小汪，嗨嗨，小汪你好。如果可以的话，偶尔可以打打内容哦。对，就是我每次直播都会念榜，我念一到十六名，然后你可以打自己的个人简介，跟我聊聊天。谢谢第八名的小汪，再请多多指教啦。谢谢小汪，谢谢，耶耶耶。谢谢第八名的小汪，谢谢。第九名是妍妍，谢谢妍妍。谢谢妍妍，耶耶耶耶耶！你没有打我，要打一下的吧？好啦，谢谢妍妍，下次要看到有内容哦。谢谢妍妍，谢谢第九名的妍妍，谢谢谢谢。第十名是嘉宏，谢谢嘉宏。明天加油，奶奶会加油的。你的那个考试日期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了？也要跟您说加油，可以，天蝎 A 都是很棒的，加油啦，一百分呐、啊！我不知道满分是多少，但祝你考满分。谢谢第十名的嘉宏，谢谢嘉宏。所以满分是多少？谢谢嘉宏。第十一名是康妮妮，谢谢康妮妮。立刻买机票，买呀！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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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去玩。去日本二刷，日本现在还有上映吗？值得好学习能力的库里马之旅，一定要参加的吧？出门记得多喝水，擦防晒，不然就要变成黑加里了。真的，我已经黑超多了，我很不想要面对这件事，面对我变黑的这件事，哭哭。哭晕，哭晕在厕所。对，我希望我还是可以尽快变白。对，不要再黑下去了，太可怕了。今日もお疲れ様、おやすみ。谢谢卡妮妮，晚安啦，谢谢卡妮妮，辛苦了，辛苦了。谢谢第十一名的卡妮妮，想飞去也不是不行啦，那也可以先来库里马子里，先感受一下快乐。谢谢第十一名啦，看妮妮，谢谢看妮妮，谢谢。第十二名是优鲁鲁，谢谢优鲁鲁。筹备活动辛苦啦，不费不费，能让大家参加开心的活，就是来活动能开心，就是才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大家开心我就开心。谢谢优鲁鲁，谢谢第十二名的优鲁鲁，谢谢优鲁鲁，谢谢。谢谢第十二名的优鲁鲁，谢谢。大家都要快乐一波，耶、谢谢林果果的舞台公演，谢谢林阿果的舞台公演，谢谢谢谢林果果的舞台公演，谢谢林果果，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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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谢谢谢谢林果果，哦哇，舞台公演 level 2了，居然恭喜呀、第十三名是宝物啊，谢谢宝物啊。
怎么了？怎么是这个表情？好像有换表情了，但怎么是这样？坏笑，哼哼，哼哼，嘿嘿，自己玩得很开心，表情符号。对不起，我自嗨，我在自嗨。好啦，谢谢第十三名的宝物娃娃，谢谢李子谦的宝物娃娃，谢谢，谢谢宝娃，谢谢。谢谢第十三名的宝娃，第十四名是勇，谢谢勇，今日罢工。哦，好啦，你这么努力发了这么多天，我让你罢工一次，就这一次。今天让你罢工，下一次直播还是要放哦。谢谢第十四名的勇，谢谢勇，谢谢勇，谢谢耶耶耶。第十五名是 Little Sugar， 谢谢小糖糖。负四三在哪里？在负四十与负四十之间。谢咯谢咯，有冷到哦。奢侈的烦恼。希望巧好还有票，希望希望你可以来玩，希望希望，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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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一起来玩，一起来同乐。好啦，谢谢小糖糖，谢谢谢谢小糖糖。谢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瞧好的。好了，不给你压力了，不给你压力。如果能来参加，当然是最好了。谢谢第十五名的 Little Sugar， 谢谢小糖糖。第十六名是钟莹，谢谢钟莹。栗子直播辛苦了，伯费伯费。七月也请多多指教，会的会的，会的会的。柯南会找时间去看的，耶耶，柯南好看，每年必做的事看柯南。八月三号的活动买好了，耶、yeah, ！到时候见呐、啊，我到了，我也到了，早休啦 ，Good night night，Good night night。谢谢汉克的麻辣烫，谢谢汉克，谢谢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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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享。好啦，今天直播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看直播，谢谢。活动当天能买吗？可能可能没，可能要看，因为搞不好在之前就已经买完了。谢谢大家啦 ，Good night night，Goo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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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 晚安啊 ，Good night night， 晚安喽，拜拜。